墨镜走进后，即使帅到不行的他，就是台湾之光中华队队长陈杰宪。后即是如同粉丝见面会，现场球迷多到几乎看不见通道，人手一支相机，手机就是要捕捉下世界最强的中华队。中华队在世界十二强棒球赛中拿下冠军，25号傍晚，台湾之光们准备搭机返台，大家很有默契，说好穿西装外，也纷纷戴上墨镜，就连总教练也是戴墨镜登场。另外，中华队返台，东森新闻特派团队也独家全记录，真的太亢奋了，因为没什么睡，昨天也算是在日本大家的最后一晚，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多少都会有点舍不得的状态啊。在搭机前，独家访问到国手黄子鹏，分享过去一夜中华队的喜悦。当然，中华队成功拿下胜利后，返台前在贵宾室可忙的不止一口接一口吃美食，还同步跟亲友连线。另外，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回国前的小惊喜，因为26号是朱玉贤、邱志成生日，另外总教练曾豪居则是27号生日。我真的觉得还在做梦，我想一到好像可能这场梦应该不会醒了。大家都很有自信吧？那也是最后一场了，然后就没什么好不想要留下遗憾吧，然后就很认真的丢每一颗球这样子。返台这一天一早，也有台湾球迷守候在中华队下榻饭店外，甚至连日本球迷也拿手机狂拍捕捉世界最强中华队国手身影。中华队夺冠，东森新闻全记录，中华队把不可能变可能，用实力证明台湾第一不是梦。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好，台湾英雄目前要从成田机场已经要陆续搭机返回台湾了，可以看到现场中华队的球员，每一位成员都穿着一身西装笔挺，以及戴上了，大家都说好戴起了墨镜，变成了一个非常帅气的模样，准备要等一下要来搭机返回台湾。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其实成田机场已经涌入了非常多的台湾球迷，都陆续在这边拍照打卡留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很多球迷都是陆续在跟球员拍照打卡来留念。其实可以看到现场的成田机场，现场涌入了超过真的是上百名的球迷都在现场，每个人都是要抢着留念合影。因为这一回其实中华队可以说是完成了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中断了日本队27连胜，那这一次呢，他们也一举拿下了世界12强冠军。所以可以看到，其实现场非常多的球员，包含像是我们现在画面看到的姜昆，其实他身上就是带着这一次世界12强的金牌，就带在身上。他其实刚在候机室的时候就有强调说，其实他在拿下冠军之后，觉得这真的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所以他这个金牌基本上是不会离身的时候。即便是在现场，其实他也把他在睡觉的时候也把金牌就是放在床边，所以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12强的金牌。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很多的球迷都拿着他们的应援小物，都是陆续要来跟中华队的球员来拍照留影。那当然有机会的话，球员也陆续想要来跟球员要这个签名球以及签名的应援小物。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真的现场的成田机场已经涌入了非常大量的球迷，而且可以看到现场人气王陈杰宪也来到了现场，所以其实现场的台湾球迷非常的热情，直接就响起了尖叫声。另外就连中职的会长蔡其昌也来到了现场，等一下就要准备搭乘这一班航班准备返回桃园机场。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真的是涌入了非常大量的球迷。其实刚刚，其实我们刚刚也特别跟球员有做了一些访问，其实他们刚刚就强调说，这一次能够拿下冠军，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包含了我们击败了美国队，包含打败了王者日本队，所以这一回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是完成有如梦一般的存在。所以其实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大家也陆续在准备，等一下要搭乘航班准备返回桃园机场。而且这一次呢，他们也特别准备了头等舱、商务舱，通通都是要给球员这些台湾英雄们最高的待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场
台湾的球迷非常的热情，每一个人都拿起了手机要记录这一些台湾英雄，也感谢他们这一次在整个世界十二强他们努力的付出。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其实我们东森新闻团队也会陆续回到了桃园机场，那当然我们现场也会有非常多的团队都在现场直击我们中华队的球员，所以呢其实我们等一下也会陆续给大家带来现场的最新情况。国防部新战喊话车首次参与英雄游行，这回国军挺国手，英雄挺英雄。应援曲大声播，胜利纸花撒下去，重演英雄谷壮阔美景。中华队十二强棒球赛世界冠军，写下中华民国荣耀。总统赖清德给出任务，要在72小时内规划大游行，迎接选手凯旋归来，让这些台湾英雄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喝彩。一方面让全民能够把这份对他们的感谢以及感动在这个沿线上面对他们表达出来。这次棒球英雄台湾雄用游行就在26号下午3:20，从凯道公园路口出发，行经襄阳路，转进馆前路英雄谷，释放胜利纸花，向英雄致敬。随后左转忠孝西路一段南侧，再左转重庆南路一段，将有古镇及啦啦队表演。沿路上还会发放游行专属的听台湾小旗帜和小国旗。最后预计下午3:50抵达总统府，由总统与副总统迎接代表团。中华队夺冠，举国欢腾，热度延烧，各地政府也要抢热潮。就在选手和教练结束总统府行程后，将马不停蹄赶到新北耶诞城参加晚上7点见面会。有打击教练高国辉到场之外，还有部分选手等等跟民众分享参赛心得。另外台北市政府同时间也有见面会，将有魏全龙选手和教练团的张建民与球迷会面。这回台湾棒球新业，中华队改写国际三大赛事史上最佳成绩，世界棒垒球总会也会给冠军奖金150万美元，月薪台币4887万元。另外国光体育奖章每人可以拿到新台币700万元，更有中华棒协理事长辜仲亮加码发出共新台币7000万元，奖金加总超过3.14亿元，就是要给我选手鼓励，感谢你们让世界看见台湾。东森新闻吕世奇李路台北报道。